十分钟，还不错。今天面包想要用这个花生酱，我觉得我很推荐它，我已经买过好多罐了。然后因为它是全天然的，它就没有其他的添加物，就是花生而已吧，就是它的材料，就是花生还有盐巴，对，就是这样。然后我买过其他，就是这种类似的花生酱，就是比较健康，没有添加什么东西的。我觉得就是这一款还是最香，所以我很喜欢。今天真的是热到一个不可思议，所以想要打扮兴致都没有了，所以今天就是穿得很随便。就回去，想要出门了。我现在是要去一趟中邦熟食中心，帮我朋友买，就是他等等想要吃的东西。我睡醒要去运动了，今天有点挣扎，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累，可能太晚睡了。对，但是现在要起来了。这是今天快速的早餐，因为我等等要出门跟我客户一起吃午餐，所以不想吃那么多，所以今天只吃一个优格，还有一小杯的拿铁。现在已经用好了，我现在要先去买一些东西去我客户家，对，所以等等见吧。今天穿的是这一件。就是我昨天回家的时候拿回来的一件裙子，很久以前在 Zara 买的，对，有点小香风的感觉，可是现在穿好像有点大件的，但是还是 OK 的，出门咯。我已经成功出门了，然后已经开始流汗了，因为今天真的好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穿牛仔外套，真的是。没关系，对，我现在就是要去我家附近一间很每次排很长的一间印尼料理的一间店，所以对，我要买一道就是可能去加料吧，就是一个叫牛肉 rendang 的一个料理，就是有点像干的咖喱的感觉，我傻眼，因为它没开。有点小难过，因为我自己也蛮想试试看的。好，就是这一间叫 Koba Koba 的，对，但他们今天休息吧。没关系，我现在走去捷运站。出门去朋友家讨论一些东西，就是可能接下来想要参加的一个就是小型 project， 对，所以我已经用好了，所以这几天有点忙，所以我没有什么露营，但是现在就是可以出门了。我已经出门了，然后现在要去买吃茶3000，帮我朋友买，然后在想我要喝那个吗？因为他们只有小杯的，所以我就感觉我会喝不够，所以在想要不要点别间的饮料。好，这一袋呢，我是买了鸡蛋，然后这是一瓶 whisky，
肚子饿垫肚子的起司饼干，这是软化剂，需要洋芋片，还有一袋胡萝卜。我今晚想煮咖喱饭，下一袋又是一个洋芋片，拜拜。还有一包小黄瓜，再一个鲔鱼罐头。接下来就是冷藏的部分了，就有一个，我要这样包装耶。对，这是就是结冰的矿泉水，它就是会就是保温啦。所以这是那个韩式的，这个里面是包粉丝，然后还有一些蔬菜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蛮好吃的，然后用气炸锅气炸一下就好了。然后还有一袋就是起司，家里的吃完了。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这种香肠，然后还有我的优格，大概就这样。我工作就做到一个段落，然后我现在要去买一些日常用品，像是那个生理食盐水什么的，不然我今天就不用脱掉一年了。对，然后还要顺便去买一些等一下晚餐要煮的东西。我还在想要煮咖喱饭，还是就是煮一些家常小菜类的东西。所以等一下去超市看看。对，然后这礼拜就是比较忙，蛮多事情发生，但是很多事情也就是不太方便录起来，所以感觉这礼拜的影片就是有很多我的脸，就是更新说我在干嘛，我要去哪里。这样，对，然后可是今天礼拜五就是终于东西该忙的都差不多，就是这礼拜应该是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我现在就要去买东西，对，然后大概这样，然后我要先出门了，不然就有点晚。Dreaming even when we're not. You and me got a home.